那我应该不错。环境很适合它，蛮好的。看看足球吧，嘴巴受伤了，因为掉过，这嘴巴受伤。
撞树。日本鸡呀、啊，我看一下，凸起来的，哇，它这边凸起来。又是阿虎吧？在哪里？在现场。阿虎哪里？哎呀，我哇！包括不一样，
钓虎。大地鱼，不是吧？乌锅鱼啊，看我呀！呆啊！我看一下，哦，呆呆了，还好啊，小鲤鱼。可以哦，这我可以。哦，跟着我走，我看你。
跟我走，看你自己喽。讲话，不要害怕，我会吃掉你啊！你要罚死七，会被外劳吃掉嘞。外劳现在很喜欢吃啊鲤鱼嘞。跟着我走吧。哎呦，珍珠石喷嚏啊！跟着我走就对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跟着我走，别生气了。咦？好黑，这噪音。小鸡飞翔吧，又是一耳呆呆。你说我他跑了。
Hello， 本来想放生的，但是没有带打气机，所以还是放在原处吧。环境应该还蛮适合他们的，所以给他们回家。对不起了，很多大只的鱼，都很漂亮，很漂亮。Sorry 了，哦，超大只，啊，鲫鱼，啊，很多。回家吧，呆呆呀、啊，还是回在原处比较好啊，环境还不错了。哇，陷阱题的，恐怖，全部都是鬼针草，恐怖嘞！抓到一只小乌龟，带回家养了。